是真的还是梦啊？他是不是靠得我很近啊？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手机呢？亲亲睡醒了，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蓝莓，我就知道你要一觉睡到下午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老公昨天开心疯了，他不仅见到他男神啊，还合照握手了呢。他让我转告你，一定要好好对他男神，绝对不能花心和劈腿，听到没？我昨天做什么了？对了，那个我们得商量好口供啊。就说我们一起喝酒，然后被恶作剧喝多了，我和我老公送你回来的，听到没？对了，由于殿下，你也太丢人了吧，才喝一两瓶你就醉昏过去了。唉，顺便喝多前有没有做什么呀？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啊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。哦，好吧。爷，我昨天做什么太丢人了。昨天不好意思，又麻烦你了。吓到他了，他一直不回，一定是不愿意原谅我，我活该，怎么可以让他看到那么糟糕的样子？这次应该是彻底绝望了。小班，帮个忙。你卡里的存款，加上上次在挪威夺冠的奖金。一共有多少钱？5万美金吧。嗯，先借我一年，我手头的不够。俱乐部周转这么差吗？不是俱乐部，是我个人。你借高利贷了？滚！就是阿姨上次让我买的那个项链，我拿错送给童年了。拿错了要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你送出手的东西，你还好意思要回来啊？快去给我转账。啊，对了，这个事儿你谁都不要说。行。这可是送给我的吗？好漂亮！谢谢，我喜欢这个。我们分手吧，反正也是假的。
们什么时候分手？你来决定。你想到什么时候分手的时候，提前通知我就行。想好了吗？心意掩饰介意，只是为了在你的世界 OK 慢慢走起。我试图珍惜这段经历，尝试着用陌生解释我与你的距离。有点陌生的自己，揣摩着言语背后不真心的疏离。我以为有钱转你账上了，你查一下。一切的演技，可练习多少，依旧扮演不了我自己。我请小爱帮忙找了一些可以鼓励你的照片，虽然我们分开了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越来越快乐。他从哪儿找到我这么多照片？不是说喜欢我吗？怎么连我单身且对女人没兴趣都不知道？